其实心算的话，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算。心算就是要用刚刚画的图的那种方法才叫心算。啊，但是现在是要求你们手工来算一下，对吧？好吧，算出来给我们基本合格才行。好，我来讲一下，来，待会再算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？啊？来，先给我说二幺三的走这个二进制，这个重点是不是就是把它换成二进制？啊？二幺三的二进制多少？幺幺零幺零幺零幺，对吧？那走两码来，前面是不是八个一？前面是不是24个一？那后面呢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没错吧？那这一看，就一切，就一看就能知道，我们是不是把256个 IP 是不是分了16个网段？啊？每个网段是？16减2个主机吧，那好，那也就是说，你的网络地址和广播地址之间的差隔间隔应该是16，那也就是说，我如果算出来我的网络地址是208，那是不是它的广播地址就应该是223，差16，能听懂我的顺序吗？对吧？对不对？那我现在看啊，那我们来算一下，首先我们来算什么？网络地址吧，我说网络地址怎么算？语伴，那这个值原先是多少？它语出来是不是就是多少？后面的值呢？没错吧？啊，昨晚上把这块是一，所以这块是不是跟它语出来都是一样的？把后续的4个零是不是变成零？那这是多少？208吧。二进制换算能听到吗？然后呢，广播地址吧，啊，广播地址它是什么？IP 子网页码有多少零？把 IP 地址的后几位是不是变成一？啊，剩余的位数是不是完全不变？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前面只要子网页码是一的位数，广播地址这里只要是一。这里是不是都完全不变？啊？是不是就完全不变？换的是不是只有最后的四位？啊？把后四位变成什么？一吧？看我是不是写的有多少个零对应的 IP 地址位数，是不是就换成一？算下来多少？没错吧？那网段数是不是就简单了？啊？网段数是什么？这有几个一？有效子网页码有几个一？就是多少？二的四次方吧。我写成24了，不写这个了，好吧？等于多少？16个。OK。那么主机数呢？主机数呢？是不是也是二的四次方减二？多少？14个。会算吗？OK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吗？来，核算。各位，心算跟他用的方法不一样，OK，但是作用是一致的。你们先来掌握这个，我再来说心算方法，好吧？好了，我算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再算一下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们待会儿还要算，OK，OK，来，我先算一下。那么，首先是不是前面的东西是一样的？啊，1.2.168.1，然后是不是先给我把它算成139二进制？按率是多少？100010啊？11，各位，二进制如果算错的话，你后续的算法是不是完全全部崩溃了？不可能对的，能听懂？那子网码是多少？8个1，全是一吧？
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，OK。那语出来的结果呢？我们说，首先是网络地址，网络地址首先语什么？前面的这个东西跟它语出来是不是结果都完全一样？所以我直接粘了。来看，现在是一和一语，语出来结果是多少？一吧。这三位是不是都是零？所以这三个是不是语出来多少？然后这是一吧？那刚好是不是语到这儿了？那它也是零，一后面因为它全是零，所以这几个是不管是什么语出来都是什么。那么结果是，OK，OK，广播地址呢？前面我们说，广播地址指的是子网野马中有几个零，就把后几位是不是换成一？那你说前面是不是都不动？是不是只把后三位换成一？算下来是多少？OK，那网段数呢？这个是最简单的。网段数怎么算？是不是现在有效子网源码当中是不是五个一啊？所以是多少？二呢？我再说，我写乘以五是五次方，我只是不好打。OK，多少？32吧。然后呢？主基数呢？是多少？是不是只有三个零了？那是多少？二的三次方减二多少？六。我来说一下我怎么心算的，好吧？我来说一下心算方法。笔算方法就是这样的，它适合复杂算法，不管 A 类、B 类、C 类都可以直接算。能听到？心算只适合 A 类或者简单的 B 类啊，心算只适合 C 类或者极其简单的 B 类。怎么算呢？很简单，看啊。首先我要确定，我是不是分了32个网段？每个网段多少？八个主机吧，八个主机，其中两个不能用，对吧？好了，我现在确定了这个。其实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开始在心里边画图了。看，我就在心里边画图了。一个总共是不是零到255个 IP？那我现在我先把它从中间砍掉，那这是多少？127、128了吧？在我心里头画的。然后呢，我看我这个 IP，它比127大，比127小还是比128大？如果比127小，我是不是开始往这边算？如果要比128大，我是不是开始往这边算？它如果是接近255，我是不是从这边往这边数？如果是接近128，我是不是就从这边往这边数？其实我说各位，你们要知道几个数，128如果再砍一刀是多少？191和192，能看懂？那如果在这里再砍一刀，128加32吧，多少？159。160，那好，其实这几个数，我说你最起码要能数到四个，四划分，也就是说一刀、两刀，这是不是就是四刀，四个网段？最少要能把这四个记住，63、64、127、128、191、192、25，能听懂？这四个值记下来，明白我在说什么？那现在我现在看了，它现在139是不是在128和191之间？那好了，现在是干嘛？加呗。128，我一个网段是几个 IP？八个吧。那128加多少？加八。多少？136吧。那136再加八，多少？144吧。好啦，各位，139是不是在136和144之间？那这是网络地址，它是不是也是网络地址？那前一个广143是不是才是前一个网段了？网络地址，所以它是不是就在这个范围之内，所以网络地址是136，广播地址是143，而这个是139，OK，好了，数出来了，把中间指一个节点，指的就是中间画一刀的平行节点，然后四分之一的节点都把它给我记下来，剩下你就开始数，这就是心算方法，能听懂吗？能听懂吗？
更娱乐，算了，回来还是算这个吧，又更娱乐。来，再出一个题，你们算着，然后可以先课间休息，可以互相之间讨论一下这个东西，我们再算一个，比如说179，知道吗？